哋认为保险系优异嘅精工艺术，唯有达到我哋所要求嘅严格标准，唯有以客户需求服务为原则，先可以为你打造精湛保险工艺。安达是全球最大的上市财产以及责任保险公司，另外总公司安达有限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且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公司，拥有健全的财务实力以及严谨的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而获得国际知名信用评级机构高度肯定，业务遍及54个国家及地区，世界各地员工约31000名，为全球各类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安达人寿是安达旗下负责环球人寿保险的分部，为你打造精湛保险工艺是我们的愿景。安达人寿目前在全球30个国家快速成长，并且特别着重亚太区发展，目前拥有香港、台湾、韩国等7个行销据点。安达人寿在1976年进入香港市场，经营40多年来，拥有雄厚的财务根基及实力，而且获得社会和众多客户的肯定和赞许。我们坚持以创新的理念和严格的标准，同时秉持三项核心价值：优异的核保能力、卓越的服务、杰出的执行能力。致力发展多元而且具独创性的人寿保险产品和服务，为不同客户提供全面的财务保障和风险管理规划，秉持以客为先的经营理念，建立一个真正以客户需求服务为原则的文化，成为客户信赖的卓越保险工匠。我们长期投入不同的公益活动，深信向基层社区和社福机构作出积极贡献是实践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持续发展的最佳方式。安达人寿充满热情、动力和独创性，透过满足客户人生路上的不同需要，我哋致力打造更完美、精湛的保险工艺。安达人寿。